松下推出一款特殊的餐盘 Dish Canvas， 可以根据不同的菜肴在餐盘上变换不同图案和动画。餐盘表面是一个圆形的显示屏，外壳内置电池和处理器等元件，可以与手机无线连接。用户可以通过一款 App 选择内置的图案和动画，也可以选择自己设计图案，甚至可以制作简单的互动小游戏。